李伟，干偌深的一定读起啊，读唔懂啊？来了解了，啊，来开吼，因为早期公务员也不过啊，那是农业区啊，农业区啊，伊才甲变做农业保护区，不过尾啊，啊，农业区才变保护区，哦，各位的土地啊，就围困，拄啊，大家讲到要考，包括陈进来老师你啊，陈进老师你讲。我三年时间就教的，我就接过来啊，这个土地，但是农业府甲变成保护，我拢袂听袂当。啊，像地球内底啊，逐日讲，我也好啊，咱副院长这议员同，大陆议员讲会当跨境来通，啊，呾无简单啊，啊，外省的议长啊，就交代内政部，就讲这啊，伊人了解，跨境来处理来通。啊，保护改进了，我想大家相信啦。上届欢喜的就是可以有本培养就你啊吼，啊大家上届欢喜就拢改进啊，五十几年啊，伊又要开吼，要开吼，我感觉讲县政府应该爱有义务啊，去咱各位乡亲，比如讲五建、罗东、东山、分作几区啊，好来甲大家说明，好来甲大家说明，这保护区内底，这40%啊，10%的工业，甲50%啊，啊做公设施。安那要安那处理，大家讲清楚。拄啊，陈副院长甲你讲，咱嘛希望讲，县政府你有机会去咱中央政府啊，加提钱转来，哦，会当予大家啊，因为50年的委屈啦，咱台加补咧，加一拍，加2拍，加3拍，我是阮机会啊，一定来动员了无？